大家好，我是郭美玲，我觉得这个春季学期这么糟糕，因为我常常得在家上课，做功课，不能在学校看到我的好朋友，还有我有。很多朋友上别的大学，已经回家了，可是我还没看到他们，所以我很不高兴。我在家，每天上课在我的卧室里，可是我觉得我的卧室非常小。连书都放不下，但是我也觉得，网上学校有网上学校的好，以前我每天早上5点得起床，坐公共汽车去学校，我平常这么累，可是现在在家，我不用那么早起床，也不用坐公共汽车去学校。在家我也喜欢跟我的家人聊天，一起看电影，还有我的妈妈。做很好吃的饭，所以我很高兴。他的饭，比学校的饭，非常好。我在家我的卧室离我的冰箱很近。这个办法不太好，因为我没事的时候。我可以去楼下开我的冰箱，所以我可以吃很多东西。最近我妈妈说我得吃多水果，因为她说水果，吃水果我身体健康。所以每天我跟我的妹妹，吃。草莓和芒果，还有几个星期前，我在网上参加了我朋友的婚礼，非常不正常，但是我为我的朋友感到非常高兴，最近有很多考试，也很多功课。以前，我们开始这个春季学期的时候，我每天1个小时运动。可是，最近我这么忙，我没有时间去运动。所以现在我很怕。我越来越胖，因为我在家吃这么多，但是我不运动，所以我考试，以后我想跟我的朋友一起，打网球，每天，我做功课完，我做功课完了，我。喜欢跟我的妹妹一起看电视，所以我可以休息多一点儿。我希望下个星期我们回学校，所以我可以看到所有的同学和我的老师。谢谢。曹老师和高老师，今年教我中文，我学了很多，
我希望你们这个夏天，很好，再见。